大家好，我是 Yanny。 虽然今年年头雨水好多，但大家知不知道根据 AccuWeather 的2023年加州山火的预测，今年的山火季将会有多40万至100万亩的土地会遭到山火的肆虐。而对于因为山火季节和极端天气而引发的公共安全断电 PSPS， 你和你的家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怎样去应对呢？在即将到来的7月20号星期四朝早11点，天下卫视会和 PG&E 联手合办一场免费的 Zoom 网上讲座。 PG&E 的中文发言人 Fiona 会和大家解释什么是中文停电地图，什么是强化电线安全设定 ESPS， 哪些渠道在停电期间能够快速获得 PG&E 的最新消息。尽在今次天下卫视的免费网上讲座，即刻扫描二维码提前登记报名啦！不单单会有机会赢得应急无线收音机一个，天下卫视还会在讲座开始前提醒大家参加添。即刻报名啦！7月20号星期四朝早11点，我们到时见啦！